五年了都没有人能摸索出聆听约瑟夫真正的真谛。很多同学说，主播现在这个人类死了之后，队友去摸人类，你看聆听他们都会聪明的松手，你都听不到人了。但是那只是 1.0 版本啊，主播现在给大家讲解这个聆听中约瑟夫 2.0， 就是我们人类修机的一瞬间，我们拍照，我们去镜像里开聆听，这个时候镜像的人类修机是不能松手的，因为它被永远的定格在了那一刻，我们是能听见镜像修机的。很多同学说，主播那我去镜像看机子抖动就行了，但是镜像的人在修机，那个机子是不抖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状态，它不是真正的在修机。所以说我们让人类修机，然后进镜像直接开聆听，听到所有人在修机的位置，直接一个大杀特杀，然后留着这个底牌切闪，直接把它闪死。这就是主播的聆听的约瑟夫 2.0， 所有人随阵御驾亲征，听懂的人把听懂的打在公屏上，没听懂的人把主播好帅打在公屏上。我们首先先镜像来，我们这个聆听的约瑟夫 1.0 啊，就是尘世闲游瞎逛逛啊，逛不到人也没有关系啊，正所谓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我们哎，你看我们瞎找就能找的人，我们是努力找根本找不到人啊。好了，咱们那个瞎走一走啊，哎，没有什么固定的巡查路线啊，就是瞎走啊。哎，你看我甚至不知道这有人啊，随便走一走啊。哎，你看，等会儿我还能挂上人吗？无处遁逃，倒影看破，全都看见了。古董商受死，接受约皇的制裁。小小半血古董商胆敢造次，觉得主播能追死他请扣一，觉得主播追不死他请扣自己鼻孔啊。我的个妈呀，墓地一块板子都没有了。很多同学说，主播你现在只能找的古董商简直太捞了，实则不然啊。听，你看三个人在修机，全部找到，看没看到，这就是聆听的约瑟夫啊！所有人把那五个字打在公屏上，一个人在四号机，一个人在中场，一个人在一号机，直接打死，去死，死，把血都给碰上，然后待会儿直接见人露头就切那个底牌切闪，露头就秒，他们没有人敢救人，死。还有一个人四号机啊，直接冲过去，别的约瑟夫还搁这瞎找呢，聆听的约瑟夫早就听到所有人的位置了，你看。他们这个镜像修机是无法松手的，他们永远被定格在了这一刻，这就是主播的超绝理解。直接出镜像耍大牌，露头就秒，闪现在手，天下我有啊。哎，甚至不用露头就秒的，直接打死啊。甚至我们能省个底牌啊，就算这个枪是这个活人也没有关系，因为咱们可以底牌接闪把他打死啊。咱们这个就是聆听听人，然后听，因为这个聆听的这个充能非常快，等这个镜像结束之后他直接充能好了，我们直接底牌切闪把他打死啊，就是我们可以瞬间使用两个这个召唤师技能啊，非常厉害啊。哎，工作上来救人了，小东西，小东西跳脸上换挂没事啊，他没人救人了，他们所有人都残了。这个闪现是在，这个闪现是，我以为他是半血，我看错了，所以给主播道歉吧。因为弹幕里往主播眼睛里偷偷放邦邦的，道歉吧弹幕。换挂没事啊，疯狂疯挂也没事，反正机子不够。你在干嘛？嗯？小女孩在跟调试互摸啊，所以没有人修机啊，机子永远不够啊，机子永远被定格在了两台密码机啊。有人来救人吗？没人，过半了，打针队，打针队，直接死，两个人一死，还剩一台密码机未破译，我们紧追着这个小女孩，这把就是赢赢的了。哎，先跑，跑得掉吗？无敌点有用吗？没有用，在约瑟夫的耍大牌面前，无敌点是没有用的，直接耍大牌。他不敢绕无敌点了啊，咱们没有耍的牌，没事，跟着他走，闪现在手啊，无所谓的。哎呀，好像有点所谓了，有点害怕了，这个闪现不能空吧？别，我的素材局，我的素材局，你别跑了，我的素材局，还我素材局。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这就是聆听到约瑟夫 2.0 版本，所以把那股子打在公屏上。五年了都没有人能摸索出聆听约瑟夫真正的真谛，只有主播这种刻苦钻研刻苦刻意的人才能发掘聆听约瑟夫真正的奥秘，所以把泪目打在公屏上。